最近很多小伙伴说自己插卡贴之后不跳激活，我们现在来一个骚操作。这是一台无锁的11 Pro Max， 我们把卡贴和卡装在这台无锁的11 Pro Max 里面，我们先把它调好。我们插进去之后可以打开蜂窝网络，看到 SM 卡应用程序，我们选模式或运营商点开，然后我们选 EMSON 5G QPE 解锁。我需要解锁的这一台是 ATT 的，我就选 ATT 5G， 然后我点接受。接受完了之后等一会，我们拔卡，然后把设置好了的卡和卡贴放入这一台手机，同样背面是放小白卡，正面放卡和卡贴。插进去，它现在没有跳激活，显示无服务和无服务，信号已经出来了。我们设置一下，选蜂窝网络，这是主号，我们把蜂窝数据改成主号，把默认语音也改成主号，同时点进主号把漫游打开。 OK， 搞定。